哈，大家好，Luke 嘅视频啦。今日我哋继续巨星生成系列嘅上一集 Andrew Walker 可以讲系大受好评啊，好多球迷都俾佢嘅忠诚所感动嘅。今集我哋会见证点样嘅故仔呢？咁上一期我系从九六届开始导入呢个选手名单嘅，今期就从呢个九七届开始啦。老规矩，揾到总评最低嘅球员啦 ，Rex Temple。其实你呢个名嘅话咧，要起个花名就唔难嘅。你嘅姓叫 Temple 啊嘛，你个名叫 Rex 啊嘛，咁就叫你 T Rex 啦。T Rex 系咩意思啊？霸王龙啊，哇，好霸气喎！你呢个名，咁同呢一个里巴龙詹姆斯相比，你嘅职业生涯会唔会更加辉煌呢？接下嚟，你将会接受转盘嘅洗礼啦。好啦，咁接下嚟嘅时间就交俾转盘发挥咯噃。咁呢转盘嘅话咧，基本上都冇作过任何改变嘅。但是第一个转盘啦，巨星的选材方面呢，我是做了少少修改的。之前是揀了16个90加的球星啦，今次的话我是揀了15位球星的。咁就每个位置揀3个在 2K 入边呢总评最高的球员啦。咁Klay Thompson 的话呢，其实同这个 Devin Booker 的总评是一样的。这里我揀了 Klay Thompson 啦，咁跟着唐山呢，其实同阿告碑的总评是一样的。这里我揀了唐山，就这样15位球员的。马上来啦。咁之后嘅话咧，呢一个球星嘅选材咧都会发生变化嘅，大家唔需要急啊，嚟咯噃，嚟啦！首先啊，第一样嘅属性系唐山嘅，哎呀，新加入嚟嘅唐山马上就有份啦，系唐山嘅乜嘢咧？系唐山嘅心智啊，咁关于呢个心智咧，听起身好似好虚嘅一样嘢咁啊，咁我就揿出嚟俾大家睇啦。其实就关乎四样嘢嘅属性啦，传播洞察力啦，防守稳定性啦，协防智商啦，同埋进攻稳定性嘅。进攻稳定性有95啊，咁啊霸王龙呢个属性都 OK 噃。好啦，咁我哋继续啊。第二样嘅属性啊 ，KD 嚟啦 ，KD 嚟啦吓，系 KD 嘅乜嘢呢？系 KD 嘅集项嘅，集项即系潜力嗰啲嘢啦。KD 嘅总评有96啦，呢个绝对唔会低嘅。好啦，咁跟住话咧，第三样嘅属性啊，暂时进攻同埋防守咧都未抽到嘅。唐山又嚟啦，系咪唐山嘅持久力啊？唐山嘅运动能力啊？定系进攻同埋防守咧？系唐山嘅持久力嘅。咁其实持久力嘅话咧，听起身又系虚虚地嘅。即本身我觉得咧系关乎体力嘅，但系睇翻嘅话咧，其实都唔系嘅，感觉系同受伤嘅概率有关啦。但系咧，我哋系关咗呢一个伤病嘅。我见到唐山各个部位嘅持久力都系82嘅。其实呢个持久力嘅意思究竟系乜嘢咧？我都唔系好明啊。好啦，咁抽咗三个属性之后咧，仲有三个好重要嘅属性吓，都仲未抽嘅，进攻、防守同埋运动能力嘅吓。咁所以下一位球星，喂，又系唐山啊？喂，咁样唔系太好噃，算啦，俾多次面你啦吓。既然抽到唐山，冇问题嘅。咁啊，六个属性入边咧，唐山系占咗三个嘅。咁今次嘅话咧系运动能力啊，阿霸王龙先生啊，我希望你打中锋啊。好啦，咁剩翻进攻同埋防守呢两样嘅属性啊，如果再抽到唐山嘅话咧，我哋就再抽过算啦。即系六个属性入边有三个系唐山，已经好多噶啦吓。我哋希望咧系多元化少少嘅吓。咁所以嘅话咧，今次系做 LMB 嘅，无论系进攻又好啦，防守又好啦，啊最尾系做 LMB 嘅进攻啊。我都希望霸王龙先生咧最尾系打中锋嘅。好啦，咁啊抽到进攻啦，防守系边个呢？做 LMB 嘅进攻，夏登嘅防守啊，暂时所有嘅属性咧系倾向打中锋嘅，咁所以嘅话咧，夏登嘅防守唔知啱唔啱用啊。好啦，咁跟住话咧到倾向嘅转盘啦，咁啊希望抽到更加多嘅中锋啦吓。首先第一个倾向。是大米的，你不要搞个大米的跳投啊，你不要搞大米的跳投啊，进攻的话呢是做 LMB 的进攻的。咁所以的话呢最尾是大米的传播。OK, 继续啊。我就比较好奇啦，跳投嗰个倾向呢抽到边个？喂唐山你又你啦吓。啊不过算啦，依次是倾向的。唐山的乜嘢倾向呢？自由战术的倾向的。真系比较适合打中锋啊 ！OK， 继续啊。
第三个倾向。第三个喂喂做乜鬼呀、啊、今期抽咗五次唐山啦。OK, 今次嘅话呢係最后一次抽到唐山嘅倾向啦。之后如果仲抽到唐山嘅倾向嘅话呢，我会再转多次嘅。我俾面你呀、啊、唐山。咁所以嘅话呢係唐山嘅上篮和灌篮嘅。好啦，咁依家仲有五个倾向啊，我係最好奇呢挑头同埋防守呢抽到边个巨星嘅。嚟啦。好，咁今次嘅话呢係安东尼戴维斯啊。阿霸王龙最好打返个内线嘅位置啊。睇下啦。係安东尼戴维斯嘅切入嘅。打中锋又好，打大前锋都好啦。咁抽取第五个倾向之前呢，先同大家总结一下。我哋依家呢除咗抽到阿大米嘅传波之外呢，其他抽到嘅所有属性或者係倾向呢都係大前锋或者中锋嘅。咁所以希望霸王龙最尾係打中锋或者係大前锋啦。第五个倾向，大米嚟啦，大镬啦，大米又嚟啦，会唔会係大米嘅跳投呢？是不是大米的跳投呢？六够了，六够了。大米的防守倾向，但是我们刚才抽到很多很多东西都是大隻佬的属性或者是倾向的。好了，现在的话呢就剩下三个倾向，跳投、切入调整和背篮。刚才我们抽到大米的防守倾向，还记不记得防守属性抽到哪个啊？是下灯的，所以现在就有点奇奇怪怪了。咁跟住出场嘅球星，哎呀，居里啊，更加奇怪啦，会唔会系居里嘅跳投呢？会唔会系居里嘅跳投呢？系居里嘅背篮，六七啦，仲打唔打中锋啊？好啦，咁接埋你话咧，就剩翻两样嘅倾向啦。我问下大家，如果一个人拥有做 LMB 嘅进攻，搭上居里嘅背篮倾向，佢会打成乜样呢？如果现实有呢个人嘅话，我只能够感叹一句啊，怪兽啊！如果嗰条友仔只有1.9米嘅身高嘅话，哇，仲更加怪兽。如果嗰个人打中锋，哎，算啦，抽咗先啦。好啦，咁跟住嘅话咧，大米你又嚟啦吓 ，OK， 大米第三次啦吓，系大米嘅乜嘢呢？大米嘅跳投，唉，恭喜发财啊，恭喜发财啊！我真係唔知道霸王龙最尾会成为一个点样嘅球员啦。咁最尾就係切入调整啦。咁切入调整嘅话呢，唐山已经係三次嘅倾向啦，加埋抽咗六次啦，唔算啦，呢次唔算啦，太多唐山啦。咁所以嘅话呢係比尔嘅切入调整嘅。好啦，咁抽完呢个属性同埋倾向之后呢，接下嚟就係最刺激嗰 part 啦。我会一次过抽取身高、体重啦、位置同埋进攻嘅方式嘅。未去厕所嗰啲忍住先啦，最刺激嗰 part 嚟啦。头先嘅话呢，我重新加载咗下呢一个巨星嘅转盘啦，希望唔好抽到咁多唐山啦。唐山今期你啲镜头真係够晒多㗎啦。咁所以嘅话呢，首先出场係占士下登嘅。占士下登嘅乜嘢呢？是占士下登的身高的。好啦，咁接下嚟的话呢就是体重啦。占士下登的身高搭上 Under the Combo 的体重。占士下登的身高搭上 Under the Combo 的体重啦。打中锋的话呢好像都 OK 喎。上一期 Andrew Walker 都找到食的话呢，这个这样的硬件啦好像都 OK 的。什么位置？最重要嗰 part 小前锋，头先抽到好多唐山嘅属性啊，唔知啱唔啱使啦。进攻方式抽四个，第一个系挡切后挡人者出手啊，继续。第二个系防守背篮单打，呢、這个翻译方面咧好似系出咗啲问题啊，呢、這个好似系 gap post play 啊。即是后卫的背身单打啦，翻译方面好像出现了一些错误的。第三个进攻的方式是挡切得分的。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得分的方式是三分波的。
做 LMB 嘅进攻属性啊。好啦，咁跟住话咧，我已经系冇到赛季结束嘅时候啦，咁就睇下呢个霸王龙 Temple 嘅报告啦。首先咧，佢嘅总评咧系升到 A 减嘅，同邓肯系一样啊。而且我见到咧嗰啲预测嘅选手排名咧，全部都系第一名嘅。咁我谂阿 Temple 嘅话咧，应该系状元嚟噶啦。咁睇翻啊，上限系名人堂啦，当然啦，下限系首发球员嘅强项，投篮姿势唔错啊，经常投入远距离投篮嘅。咁其实暂时佢进攻嘅属性咧系 copy 咗做 LMB 嘅，其实三分波暂时系一般般嘅。咁跟住话下半身力量惊人添啦，咁跟住我咧整体看起来啊动作相当流畅嘅。OK， 约翰，咁就呼叫队友会感到犹豫啦。缺乏创造投篮空档嘅能力啊，其实呢两样啊都系讲紧咧佢组织嗰边咧就差少少咁样咯。第三样嘅话咧就系唔可以指意佢喺防守嘅时候塌波咧，即系组织方面系曳咗少少啦。得分嘅话咧就完全冇问题嘅。咁啊，各项嘅 report 咧都指向啊佢系排名第一噶啦。咁我相信佢就系状元嚟噶啦。好啦，咁跟住啊，第一个赛季就开始咗啦。咁见到流马系用状元签咧拣中咗霸王龙 Temple 嘅。在一场正式比赛都未打的情况下，他已经有84的总评了，无敌啊！我觉得霸王龙真的无敌了。看回他的属性，内线 A 加，中距离 A 加，三分波 B 加，防守就曳了一点，内线防守 C 减，外线防守 C， 主控是 D 加，跟着篮板 A 减，体格 B 加，智商是 B， 潜力是 A 加的。咁我相信第一个赛季应该都打首发㗎啦。TJ Warren， 你都系老老实实打个替补啦。唔好諗咁多啦，未来系属于霸王龙嘅。不过佢已经系22岁啦。我见到佢好似系哈佛大学嘅，冇错啦，系豪哥嘅校友嚟嘅。你咁聪明，我相信你会拥有一个好光明嘅未来嘅。事不宜迟，马上开始模拟。好啦，咁跟住第一个赛结束啦，肥仔水 MVP 啦。Temple 是最佳新秀的，场均 24.7 分，8个板， 6.9 个助攻，这个是新秀赛季啊，命中率都不低的。而且我还发现啊，各位观众，第一个赛季他入了全明星啊，还有三阵添啊，哇，第一个赛季这份这样的获奖经历真的很犀利啊，现在才第一个赛季而已。咁跟住话，仲有一队人系夏利尔啦 ，DPOY 系 Jonathan Isaac 嘅，球队嘅战绩54胜28负，分区第一啊！霸王龙真系霸王龙啊！其实呢个阵容嘅话咧系唔曳嘅，但系攞冠军好似就难咗少少。好似都 OK 喎，呢个阵容好似都 OK 喎，个深度都 OK 啊！头先我哋已经见过 Temple 嘅数据啦，你可以见到佢嗰个学习能力真系好强啊！防守方面佢啲属性咧已经系开始上升噶啦，第一个赛季啫，有冇机会攞冠军？唔系咁犀利系嘛？第一 round 轻松啊，系轻松啊。第二 round， 2K 嗰啲模拟真系捉摸唔透啊，输俾公牛嘅。第一个赛季啫，唔使灰心嘅。最尾嘅话咧 ，2K 重而堂我夺冠啦 ，Jam Williamson 系最尾嘅 MVP 嘅。咁跟住话第二个赛季就开始咗啦。咁见到球队嘅阵容咧变化唔大嘅，咁啊 TJ Warren 就离开咗球队啦，咁都好正常嘅啫。你肯定唔够啊霸王龙斗噶啦。咁睇翻啊霸王龙嘅话咧，已经有90嘅总评啦，一个赛季结束之后咧多咗21个徽章啊。佢攞 MVP 系只不过系时间问题嘅啫。好啦，咁跟住话第二个赛季结束啦 ，Trey Young 系 MVP 嘅。啊，呢、這个数据太恐怖啦！本身我以为咧，霸王龙都有机会争下今年嘅 MVP 嘅，詹美神最佳新手啦 ，Cole Anthony 最佳队员啦 ，DBOY 系字母哥嘅。一阵嘅话咧，当然系有霸王龙啦。睇翻佢嘅数据都唔曳噶，30.2分，10.5个板，7.8个助攻啦。Trey Young 嗰个数据确实恐怖咗少少。如果唔系 Trey Young 嘅话咧，我相信霸王龙有机会攞 MVP 啊，效率亦都系好高嘅。咁跟住话咧，球队嘅战绩系60胜22负啊，60胜啊，真系好犀利嘅。咁我见到咧有啲队员系续咗约嘅，包括啊 Malcolm Brogdon 啦，包括刘维特啦，同埋陈奕迅咧都系续咗约嘅。咁我估计未来嘅一两年咧，应该就系呢个咁样嘅班底啦。嚟咯噃，第二个赛季睇下点样啦。第一 round 4-2，继续。第二 round 系公牛。有冇机会复仇 ？OK， 冇问题。
跟住话咧分区决赛波赛系4-2嘅，第二年啫已经入到 final 啦，嚟咯噃，第一场波1-0，第二场波哇咁轻松嘅，灰熊嗰边系点样啊？系莫兰特同埋 Jaren Jackson 啊，唉，轻松啦，你唔好谂住阻止阿霸王龙啦，诶，啊2-1，冇事嘅，阿杰。2-2，冇事嘅。3-2，好啦，呢场波 Sim Case 第二个赛季啫。哇，霸王龙真系好犀利啊！嚟啦，半场结束嘅时候咧，已经领先好多啦。我可以继续模拟多一阵嘅吓。第三节嘅话咧，灰熊呢边，好似都追唔上咁样噃。第三节仲有2:22。无论点样我都系入场啦吓，好啦，咁嚟到现场都系剪辑啊霸王龙嘅 highlight 啦，话一入嚟就见到咧佢测试一下自己嘅三分波手感啦，连中咗两个嘅吓，唔错啊，咁跟住话第四节嘅比赛就开始咗啦，仲系三分嘅出手啊，睇嚟佢都比较信任自己外线嘅手感嘅，咁跟住突破都有啦，大虾细对住莫兰特仲系比较轻松嘅，咁跟住走个战术啦，然之后背身嘅锄樽啦。咁啊，见到呢个分差咧，都系 keep 住10-0左右啦，15分嘅分差，灰熊叫 time out。咁 time out 之后咧，霸王龙嘅手感啊，突然之间系变到好冰冷啦。咁其实之前嘅话咧，佢嘅手感都唔算系话太好嘅。咁啊，灰熊呢边咧都缩细咗个分差嘅。咁嚟到最尾嘅2分钟啦，咁睇到呢一次嘅进攻俾到 Jaren Jackson 啊，背身嘅锄樽啦，分差缩细到个位数啊。Malcolm Brogdon 大波。好啦，咁啊见到阿霸王龙咧就攞位啦，要背身单打嘅捉到包。好啦，咁犯规之后咧，边线波开出啦 ，Malcolm Brogdon 俾到霸王龙咧，手感真系麻麻地啊！呢个波其实都俾到一定嘅空档噶啦。所以嘅话咧，灰熊呢边就真系追分嘅好时机啦 ，Jaren Jackson 捉到 N1 嘅，萨博尼斯好嬲啊！加罰亦都命中6分嘅分差，到流馬叫 time out 啦。好啦，咁 time out 之後咧，霸王龍嚟發邊線波，俾到 Malcolm Brogdon。咁啊，見到霸王龍又攞位啦，又係背身單打啦，非常慢嘅後撤步啊，俾呢個 Dylan Brooks 就咁樣 block 咗啦，好輕鬆嘅。變態佬俾到 Jaren Jackson 啦，轉身非常之輕鬆嘅放籃啊！Jaren Jackson 20分啊，4分嘅分差啦，哎呀，仲系呢一个战术啦，咁冇办法嘅，我哋咧抽到背身单打呢一个进攻嘅选择嘅，咁啊最近呢段时间疯狂背身单打，嚟到呢个位置唔上，最尾系进攻3秒，真系攞命啊！咁跟住话灰熊系叫咗两个 time out 啊，连续叫咗两个 time out 啦。呢、这个都系2K 嗰啲经典设置啦，最尾时刻系疯狂浪费 time out， 俾到 Jaren Jackson 呢个波萨博尼斯干扰到啊，咁就比较稳阵啦。灰熊呢边全场紧逼嘅情况，勒维特出现失误，莫兰特轻松上篮啊，2分嘅分差。头先我见到咧最大领先系20分以上嘅，依家变成2分啊。又是呢个战术，俾到霸王龙今次直接掹啦，都是冇，但是 Bitasha 有板啊，帮佢抹屎忽嘅，真是好彩啊！好啦，最后17.8秒，灰熊呢边用晒所有嘅 time out 啦，咁啊，今次嘅进攻俾到 Gary Trent Jr. 啦，直接出手3分球是唔入嘅，咁就比赛结束啦。最尾比分121-116啦 ，Game Six 啊，印第安纳流马系赢波嘅，4-2嘅总比分击败咗灰熊队啦。霸王龙 Temple 获得咗第一个总冠军嘅。赛后见到系 Malcolm Brogdon 手捧奥拜恩杯啦，咁啊 FMVP 嘅话咧，啊唔使讲啦，肯定系霸王龙 Temple 啦。好啦，咁最尾再睇翻呢一场波嘅数据啦。入场之后咧，见到阿莫兰特真系有好多嘅突破啊！最尾佢系攞咗30分、20个助攻啦，1分钟都冇唞过嘅。Jaren Jackson 有20分啦。我哋呢边嘅话咧，霸王龙今日嘅手感系曳咗少少，但系都有42分、15个板、7个助攻嘅。勒维特有23分啦 ，Bitasha 有17分、11个板嘅。咁跟住话咧，再睇埋阿霸王龙 Temple 呢一个 final 嘅数据啦，场均34分啦，10.3个板同埋6.8个助攻嘅，仲有1.3个 tap ball 啊。
最尾一场波嘅话咧，其实会拉低咗个命中率嘅吓。第二年嘅啫，已经系获得咗总冠军啦，真系好犀利啊！好啦，咁跟住第三个赛季结束啦，其实都唔会感到意外啦。我都话啦，佢攞 MVP 系时间问题啫。恭喜啊，霸王龙啊！场均 36.3 分 11.3 个板 8.4 个助攻嘅，然之后嘅话咧呢一个命中率一啲问题都冇啊，100俱乐部嘅真系好犀利啊！咁跟住有波兰大师最佳新手啦 ，Julius Randle 翻湖人啊，重新翻到湖人啊，打替补嘅啫。咁跟住啊 DPOY 仲系 Jonathan Isaac 嘅，今年嘅话咧流马仲系第一啊，63胜啊，我觉得佢哋要建立王朝啦。睇翻嗰个阵容啊。好多球员咧都续咗约嘅，萨博尼斯都续咗约啊。咁跟住嘅话咧，我见到系签咗阿 DeAndre Jordan 啦，同埋 TT 啊，真系好多中锋啊。呢个阵容嘅话咧，深度亦都系足够嘅。好啦，睇下可唔可以咧卫冕成功啦。第一 round 系4-2击败咗活塞嘅，第二 round 系4-1击败咗亚特兰大老鹰嘅。哇，呢队流马真系好犀利啊！分区决赛4-1击败咗公牛嘅，咁跟住咧 final 啊对住 OKC， 哇，巴朗戴维斯、T-Man、Poku、卢域斯基、普申基斯，哇，好犀利喎，佢哋嘅阵容唔错啊，1-0冇用啦，1-1，跟住话咧2-1，咁跟住话咧2-2，咁跟住话咧3-2，又系3-2嘅比分啊 ，same case。呢场波嘅话咧，可以模拟耐少少嘅吓。哦，咁就唔使入场啦，领先太多啦，冇办法啦。诶，最尾嘅话咧 ，OKC 呢边冇啦。最尾嘅比分152-134嘅数据，霸王龙 Temple 59分，16个板，9个助攻，拍手啦！系啊，最尾 FMVP 咁当然系佢啦，唔使讲嘢啦。场均42.3分，9.2个板，8.5个助攻啊！霸王龙真系太犀利啦，依家先第三个赛季嘅啫。咁跟住话咧，第四个赛季结束啦。我觉得咧，未来几年 MVP 呢个奖项系最冇悬念嘅。霸王龙 Temple 啊 ，NBA 史上最佳球员啦，系啊，我已经讲定啦 ，NBA 史上最佳球员啦。又一次获得咗 MVP 嘅奖项啦！呢啲数据唔使讲咁多啦吓。基扬马田最佳新秀 ，Jordan 系假人嚟嘅 ，DPOY 系字母哥嘅。今年球队嘅战绩60胜，依然系分区第一嘅。印第安纳王朝啊，真系好犀利啊！都系呢一套班底噶啦，底薪签咗 Noel 啦，咁跟住仲签咗费华士嘅。咁啊 ，Temple 嘅话咧系合同年嚟嘅，暂时就话测试自由球员市场。但系我觉得咧，佢会续约咯。咁依家嘅话都冇必要离开球队啦，嚟啦噃，继续模拟啦。第四个赛季第一 round 4-1，都唔使睇系咩对手啦。第二 round 4-0啦，跟住嘅话咧分区决赛啊3-4输俾波塞，有啲意外啊，系有少少意外嘅。当然啦，卫冕唔系咁轻松嘅。咁最尾嘅话咧，波塞夺冠咧 ，Jason Tatum 系 FMVP 嘅。咁啊，霸王龙会唔会留喺球队入边呢？咁跟住嘅话咧，第五个赛季就开始咗啦。咁果然啊，霸王龙 Temple 系选择同球队续约嘅，咁都系好正常嘅操作嘅。但系我见到咧啲球员啦，年纪就上咗嚟啦。Malcolm Brogdon 32岁，勒维特31岁，萨博尼斯29岁，之后仲想冲击冠军嘅话咧，可能会有啲难度啊。而且我留意到咧，达拉斯牛仔嘅阵中，黐线！字母哥99种评 ，Luca 98，肥仔水96，欧洲三巨头，喂，真系国际部队嚟嘅，喂，以后想攞冠军真系唔系咁容易啊！呢队波好离谱啊！好啦，咁跟住第五个赛结束啦，咁我都讲过啦 ，MVP 呢个奖项系最冇悬念嘅，冇意义啦。巴王用 Temple 连续第三年啦获得呢一个奖项啦。咁嘅最佳新手阿连纳斯啦，最佳队人系假人嚟嘅 ，DPOY 系 Jonathan Isaac 啊。今年球队嘅战绩系72胜10负啊，上年咁啊失去咗冠军啦，而且咧见到牛仔嗰个阵容咁犀利啦，睇嚟流马呢一班队员咧都谂住呢个赛季要冲击一下总冠军啦，真系要珍惜呢个时间啊！萨博尼斯30岁，刘云就31岁 ，Malcolm Brogdon 33岁啦，
真系要珍惜时间啊！嚟啦噃，咁啊，第一 round 嘅对手啊，唔需要讲啦。第二 round 嘅对手应该都唔需要讲啦。诶，哇，吓亲我啊！咁跟住话咧，分区决赛对手系黄蜂啦。我讲下啦，应该都冇啊，冇事冇事。最尾嘅话咧嚟啦，真系牛仔啊！嚟啦噃，第一场波零比一嘅。第二场波一比一，咁跟住嘅话咧一比二啊！呢对牛仔确实好犀利啊 ！Game Three 嘅话咧 ，Luka 系34分啦，然之后仲有14个助攻嘅，字母哥26啦，肥仔水26嘅，咁跟住嘅话咧一比三啦，咁就有啲麻烦啦 ，Sim Case 啦。咁如果最尾个比分系比较胶着嘅话咧，可以入场睇嘅呢场波最尾。哦，冇啦，咁啊，8分嘅分差冇啦，今年嘅话咧争少少啊，争少少啦，咁啊呢对牛仔系好犀利嘅，咁最尾嘅话咧 ，Luka FMVP 啦，场均26分，12.4个助攻啦，霸王龙仲有冇机会入到 final 啊？我觉得仲系有啲机会嘅。好啦，咁跟住第六个赛季结束啦 ，Luka MVP 啊！系嘛？有啲意外喎，我谂住霸王龙会攞4-5年嘅，点知 Luka 攞咗 MVP 啊！大姚系最佳新手啦，咁跟住阿 Ben 系最佳第六人啦，然之后 Jonathan Isaac 系 DPOY 嘅球队今年嘅战绩，哎呀，54胜啊，系分区第三嘅啫，睇嚟真系开始下滑啦。咁啊，呢个赛季霸王龙嘅数据哦，得分系少咗啲啊，28.8分啦。比起之前嗰几年系少咗啲嘅，咁跟住13.8个板啦，8.2个助攻嘅，最主要都系球队嘅战绩系麻麻地啦吓。咁啊呢个赛季话咧，见到有一个假人占士啊，依家有85嘅总评啦。哇 ，Wiggins 32岁嘅九几王，攞个底薪啊，仲可以交出场均14.7分嘅呢个阵容嘅话咧，我觉得呢个赛季差唔多系最后一个赛季啦，即系我讲紧争冠啦。这个班底应该是最后一个赛季了，来了吧，看有没有机会了。第一 round 的对手公鹿非常轻松啊，4-0的。第二 round 的对手黄蜂1-2，没了，那我都是继续无疑的啫。哦，4-2啊，跟着的话呢是奥兰多魔术的。4-2啊，跟着的话呢 OKC， OKC 的阵容好犀利的。我哋之前咧都望过下噶啦，巴朗戴维斯、Team Metal、高卢卢斯基、普申基斯，真系好犀利啊！想赢嘅话咧，真系好有难度嘅，好有难度，冇办法啦，真系唔得啊！呢个班底差距比较大啊。咁如果比分系比较胶着嘅话咧，可以入场嘅。哎呀，好胶着啊！最尾1分16秒，其实无疑多咗少少嘅，咁但系都可以入场噶啦。好啦，咁啊嚟到现场啦，咁见到系我哋嘅球权嚟嘅，俾到咗霸王龙 Temple 啊，对住陶高佬想爆啦，哇！陶高佬嘅防守唔错啊，俾到咗呢个假人，哎呀，出现咗个失误啊，陶高佬打荷包啦，俾到咗巴朗戴维斯系嘛，三分出手系命中嘅，冇错系巴朗戴维斯啊，4分嘅分差。麻烦啦，我见到 Malcolm Brogdon 系准备出场嘅，今次嘅话仲系背身单打嘅战术啦，哇，直接俾陶高佬 block 咗，攞翻住个波作咗几下之后咧，继续飞到位，始终呢一个进攻嘅方式都系比较低效啊，喺游戏入边背身单打 AI 经常都做唔到太好嘅效果嘅啫，咁但系冇办法啦，咁抽到个进攻嘅方式冇办法啦，4分嘅分差。冇进行到犯规战术嘅呢个紧逼，老实讲有啲儿戏啊。OKC 呢边可以抌下波中嘅，呢个巴伦大师，跟住俾到 T-Mat 对住勒维特拉开 ISO 单打啦，冇错啦，我觉得勒维特防唔住啦，唉，防唔住噶啦，6分嘅分差比较难啊。好啦，探猫之后咧，边线波啊，俾到咗 Malcolm Brogdon 啦。点样咧？直接就出手三分波系唔入嘅，班花有板俾到陶高佬啦，再犯规已经冇意义啦。最尾嘅比分95-102啊 ，Game Five 仲系 OKC 赢波啦，佢哋成功夺冠嘅。咁最尾再睇翻呢一场波嘅数据啦，确实嘅，霸王龙 Temple 呢场波系打得麻麻地嘅，即系按佢嘅标准嚟讲，呢场波系麻麻地啊，29分14个板7个助攻啦，命中率话系比较低啊，3分波17中6，确实系比较曳嘅。
当然啦，都尽咗力噶啦。咁 OKC 呢个阵容咧，确实系太过犀利啊！巴朗达维斯29分8个助攻啊，咁最尾都见到 FMVP 啊，巴朗达维斯嘅数据啦，场均25.4分啊，11.6个助攻嘅。其实呢数据嘅话咧，你话比翻起阿霸王龙嘅话咧，都唔会话两眼都去边嘅。霸王龙季后赛场均30.7分啦，14.5个板咧。当然啦，佢仲系好有能力嘅，依家系98嘅总评啊。但系对波嘅话咧，我觉得系走紧下坡路噶啦。咁跟住啊，第七个赛结束啦 ，Luka 冧庄啊，又获得咗 MVP 呢个奖项啦。咁睇嚟啊，霸王龙 Temple 嘅 MVP 之旅就可能系画上咗句号啦。真系冇谂过啊，有啲快啊，先攞咗3个 MVP 嘅啫。立邦詹斯系最佳新手啦，莱斯系最佳队人啦 ，DPOY 系 Jonathan Isaac 嘅。当然阿霸王龙咧仲系入选一阵嘅，场均27.2分，14.9个板啦。咁其实除咗新手赛季佢系入选咗3阵之外咧，其他嘅时间佢都系入选一阵嘅，已经系好犀利噶啦吓。咁呢个赛季数据都仲系 MVP 级别嘅。但系球队嘅战绩只有44胜啦，系分区第7嘅，咁就真系行紧下坡路啦。呢个阵容嘅话咧，攞冠军真系比较难啊！咦，39岁嘅 KD 喎，系交易嚟到咗球队咧，场均13.6分嘅，哇，差唔多40岁咁滞。呢个赛季系啦，系最后一个赛季嚟噶啦。但系冠军嘅话咧，基本上就冇可能啦，直接模拟季后赛啦。冇错啦，第一 round。第一 round 是黑七的，4-2击败了老鹰啊。第二 round, 4-0击败了芝加哥公牛。跟着的话呢，对着巫师分区决赛重要是一号种子，应该不得了。1-4啦。最后的 final 是巫师对着 OKC 的，最后的话呢，巫师夺冠啦，阿连纳斯是最后的 FMVP 啊。咁接下嚟嘅时间，我就会模拟到霸王龙 Temple 退休嘅时候啦。咁其实呢个赛季嘅季后赛咧，佢都仲可以交出28.8分、14.9个板嘅数据，真系好犀利嘅。好啦，咁紧接住嘅第八个赛季咧，阿只衰鬼啊，我又真系估佢唔到啊！佢又攞翻 MVP 喎，场均31.1分、16.7个板、7.6个助攻，确实系要比佢前两个赛季咧系更加好嘅。你是不是扮死啊？喂，衰鬼，不要这样玩我啦。这个赛季球队的战绩53胜是分区第3的。阵容的话呢差不多。签了 Okoro, 其他的话呢真的差不多的。我就不是很信这个阵容可以拿到冠军的，直接模拟季后赛啊。我就想着是模拟的啦，点知这衰鬼拿了 MVP, 我就暂停一下啦。冇啦冇啦，都系嚟到分区决赛嘅。咁最尾话咧，老鹰夺冠啦 ，Elton Brand 系最尾嘅 FMVP 啊。好啦，咁跟住第九个赛季咧，霸王龙 Temple 又获得咗 MVP 啊。喂，你咁样即系唔俾我休息啦，成日停低要睇你有冇攞 MVP。场均32.6分啦，15.7个板嘅。球队嘅战绩68胜系分区第一啦，唔需要重建嘅。其实嘅话咧就签咗阿 DeJounte Murray 啦，1年啦217万嘅合同啦。其他球员嘅话咧，基本上都仲系原先嘅班底，因为有比较多嘅假人啦。依家呢个阵容咧会比之前嗰两年咧会更加好嘅，所以呢个赛季有冇机会攞冠军呢？得啦，第一 round 4-0，第二 round 3-4俾巫师淘汰，最咩冠军系 OKC 啊，路易斯基系 FMVP 啊。好啦，咁跟住话第十个赛季结束啦，冇错啦。阿霸王龙系唔俾我唞噶啦，佢又获得咗 MVP 啊！你睇翻佢攞 MVP 嗰啲年份，24、25、26，咁跟住29、30、31啊，一攞亲嘅话咧就连续攞3年噶。咁但系总冠军嘅数量老实讲少咗啲啊，今年有冇机会呢？一号种子嘅65胜，第一 round 过咗啦，第二 round 过咗啦，跟住嘅话咧嚟到决赛又输俾 OKC 啦。巴朗泰维斯是最尾的 FMVP 啊。好啦，咁跟住嘅第11个赛季啊，依然是霸王龙嘅。哎呀，我唔想讲咁多啦，佢真係唔俾我休息啊。咁你究竟可唔可以攞到总冠军先？唉，真係。第11个赛季啦，7届嘅 MVP, 恭喜霸王龙攞到咗第3个总冠军啊。有啲迟啊，但係该嚟呢总要嚟嘅，场均35.1分、16个板呢，佢係最尾嘅 FMVP 嘅。明年仲嚟唔嚟啊？好啦，各位观众，依家係第13个赛季啊，霸王龙嘅邮箱入边仲有油啊，攞命啊！33.4分、14.8个板、6.7个助攻，命中率仲係好高嘅。
这个是第几个 MVP 啊？这个是第八个 MVP。Greatest of all time 啊，唔使讲嘢啦。咁呢个赛季话咧，球队嘅战绩系点样咧？65胜，分区第一嘅。睇翻阵容嘅话咧，喂，见到系霸王龙搭档莫文蔚，其他嘅话咧都系啲假人嚟噶啦吓。睇下呢个组合可唔可以成功啦？真系西郊嚟啊！第13个赛季攞咗8个 MVP， 咁跟住嘅话咧系咪总冠军？冇错啦，第4个总冠军啊！恭喜霸王龙 Temple 第4个 FMVP， 场均 32.1 分，13.7个板啊！好啦，咁最尾嘅话，我系每到2037至2038赛季结束嘅时候啦，呢、这个赛季啊系 Rex Temple 啊霸王龙 Temple 嘅第17个赛季啦。咁啊呢位嚟自哈佛嘅神射手啊 ，The Greatest of All Time 咧就话选择退休啦，真系好犀利啊！最尾一个赛季。在季后赛仲可以交出 20.2 分，7个板，6个助攻的数据，真的很犀利啊！从进入联盟的那个赛季开始，他的得分就已经是20分以上了，接下来的时间可以那天统治了这个联盟啦。咁睇翻呢一个总得分啊，有啲人系想睇呢个总得分嘅。咁由于我哋开咗无伤病啦，所以呢个得分啊好夸张啦，41,256分，真系超级恐怖嘅。其他嘅数据大家都可以睇下嘅。咁跟住奖项方面嘅话咧，奖项方面啊，8次嘅最有价值球员，4个 NBA 总冠军，4个 FMVP， 16届嘅 All Star， 14次一阵，1次二阵，1次三阵啦。佢系打咗17个赛季嘅，只有最尾一个赛季系冇入选到最佳阵容啫。所以Greatest of all time， 我觉得是唔使讲啦，唔使争论啦，绝对是佢啦。咁同样是留喺一队波啦，今期阿霸王龙嘅生涯呢同上一期 Andrew Walker 嘅生涯呢就有好大嘅唔同啦，佢就要辉煌好多啦，恭喜佢啊。OK， 今日视频呢就到此为止啦，哇都模拟咗好长好长嘅一段时间啦，鍾意嘅朋友希望多点赞，咁我哋下期再见，拜拜。